这个提示啊，就是拉克斯这个英雄7块钱，但是设计的很不好。前面应该这个版本有加强吧，我记得看公告有加强，应该是把他蓝需要的那个减少了，因为拉克斯真的不好用。拉克斯恕我直言，他就是一个挂件，让你的羁绊变成两个。他为什么不好用？第一，他放蓝的效果，他放大的那个时间太长，所以这个版本让他提前放大了啊，因为也是官方发现他太弱了，给他提前，但还是不好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即使开大了，他的那个弹道不好，他不像以前老版本的龙王，龙王喷最远处，而且弹道宽，他这个不行，太窄啊，而且放的又慢，你给他装备，他大出来真的很不好用。关键是7块，3721，21块什么概念啊？你把他升到2星了，你给他配满装备，你发现他输出是0，怎么说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悟？因为我用过很多次，每次都把东西给他，把他升到2星，我指他给我 carry 翻盘，他给我来个输出倒数第3，你还用吗？你不会再用的了，兄弟。当然能升二还是升二的，是吧？像我们刚刚的情况，能升二肯定还是升二，他也不会，我也不是说的就是那么的差劲啊，这相对来讲，他花的这个钱，给他这么好的装备，那是效果不是很好啊。了解一下海洋帽子拉克斯，你非要就较劲，你恨不得就是海洋，然后帽子给他一配，来一个大炽天使，然后打，是吧？哦，那你是牛皮，妹妹，那你这么讲呢，还那没话讲了呀。那拉克斯牛皮啊，我们一起喊拉克斯牛皮，好吧，你们拉克斯牛皮啊。拉克斯无敌，云顶一霸，拿到必吃鸡，是否满意？满意点关注，点关注好吧。装备先不出吧。不是本来就是嘛，我玩个雷霆召唤，他让我给他六海帽子转职帽子拉克斯了解一下，我怎么了解兄弟？我怎么了解？我雷霆姐，我变帽子给他，啊，我云顶魔术师，三个这个，这个，还是要升的呀。猛还是猛的呀，地狱火走起，地狱火丛林走起，但唯独是不好用、说实话，6块钱我真的是，你看看，六块兄弟，6块，你不就挂个羁绊就算了，6块哥们儿。赶快换，给他搞两个前排，实在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坑了，坑我一波钱。行，既然买了，那就打一手地狱火啊！地狱火，这个不能再升了，不能再升，再升崩了，再升真的崩了。赶快给他配个地狱火。
八块，选秀拿波两块的。我都想给他出青龙刀了，二星的值得配青龙刀，但我后面吧也不好搞，还是算了，忍住啊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。丛林应该是放弃了，丛林还是别打。为什么丛林不打？因为这个东西升到二星不好用，虽然这个版本加强了，格子变大了，他技能放得太捞了，因为容易丢失。关键是他两块，你知道吧？他跟妖姬比差的有点多，妖姬多稳定啊，他太不稳定了。我决定先拿一只拍拍熊，配个复活甲，能不能拿得到？好像有点难，那行吧。哎呦，大棒也拿不到，别啊，留个大棒给我吧，兄弟，别抢。差几块？差两块吧，差两块，差一块，不知道，看一下，差一块。三森林来了啊！这个时候的三森林不要选了，丢了，直接丢了。扫个地狱火，扫个地狱火，来个地狱火，把它拿下来，上地狱火，或者拿它也行，拿它的话装备给他。这把吃不到利息了，卡一手牌，现在这个版本杀剑太多了，全是杀剑，因为云霄加强，法海削弱啊，全是杀剑，但是我不打杀剑，一把都不打。来了个火男，这个要换做以前，法海立马转起来，但是现在不要，没用。蜡鸡，他现在就是蜡鸡。哎，但是他是地狱火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行，挂一个这个啊，还可以。他现在已经沦落到是一个挂肩了，你就当挂肩吧。不，你把他装备配满了也还行的啊。代价太大啊，代价太大。海洋靴，火男靴，所以法海现在没人玩了。这把应该赢了，我地狱火啊，真香！他又是地狱火呀，他要不是地狱火，你看我用不用他？我绝对不用他，他不是地狱火，我一定不会用的，知道吧？一定不用，我马上来个千珏，我就把它丢了，你信不信？千珏也是地狱火，还配游侠呢，我就绝对把它丢了。他是蜡鸡，他现在原来是版本 T1， 知道吧 ？T1， 他现在是 T2， 版本最强。上个版本就是一直找火男，大家一直找火男，已经开始六人口找火男了，已经疯狂了。这个版本没人要的，哇，好多钱啊！我并没有看到很多英雄，我只看到很多钱。哎，装备没有，这把没装备啊。行吧，这波人口不升了。这波人口升上去没得提升了，我三连胜保他一手，上个游侠，保一手，保一手，强保一手，强保一手，这个狗头应该能帮我取得一波胜利，拉在角落拖一个输出应该就能赢。
我发现我这个人口上的好像赢了，我能丢个大型吗？空大没用，还是说我恕我直言，真的好气啊，好气啊！花了这么多钱，毛用没有，还不如吃50块钱利息，现在少吃2块，输一把，爆炸，行，不花钱了。我上一个希维尔，挂他个沙漠，好吧，挂个沙漠，买皎月，皎月不买，皎月不买，皎月我不信他能给我，买了吧，万一给两个，很舒服的。火男空大，大卡卡没了。他放大的时候，别人正好死了，我完了，我这波鳄鱼零输出，我又要被宰一波。这个人怎么没钱啊？我又要被宰一波！我靠，这两波血掉的有点夸张啊，直接掉到第四了。不行，我要做出一些微调，微调一下，螳螂。哎呦，我维鲁斯真的不应该打的，不打维鲁斯的应该，我觉得要把他放在第一个，挂一个螳螂好一点。他不配吃土格，他不配吃土格。又是掠食，我现在看到掠食头痛。还好这家不是很强啊，不是很强。我鳄鱼没有第一时间受到伤害，还是很舒服的。一支穿云箭，火男给个大，弹他两者，一个都没弹吗？好，穿云箭，哇，飞蛾扑火，这个小狼，一心小狼，真的，我以为我这一箭要穿死两个。这个狼有点猛啊，这个安妮太香了，真的没了。行吧，我们拿一个，我护甲没了，这个太难受了吧。没护甲了，逼我出青龙刀吗？其实我青龙刀出给维鲁斯还挺厉害的。又来一只火男，这几个意思啊？先扣着吧，先扣着吧，给他挂一个这个好吧？他毕竟还是布兰德，4块钱卡，给点面子，面子还是要给的呀。但我不可能被他给他为他配海洋的，不值得，先买了吧。先买了，反正不卡利息，不卡利息就买了啊。我吸血鬼辛德拉全丢了，不可能打法海的，我后面还得找回来。关键是他不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厉害的话，我一定给他找回来。这一波穿银卷射得很舒服，还可以赢了。这就叫做千锤百炼，不转法海，如此多的灵魂不转，除非我等会儿买一个，我嫖一个吸血鬼，嫖一个辛德拉，我就转法海，否则火男直接丢掉。因为火男现在的伤害你看一下，225的300，海洋又削了，海洋四海洋就加30，所以他现在就为什么没人打了，你知道吧？
你可以打试试看，战斗力不强的，除非你很糊很糊啊，你比较糊那还可以，哪里那么糊呢？我被蹂躏。60CD血，这一把运营有点失败，很伤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看看后面运气怎么样，毕竟有经济在，有钱在，没血量无所谓，没钱没血那你就GG了啊。万一三星火男香不香？不可能的呀，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？几率只有1%，你为了1%留火男，那不早死？全套全套，我靠，两个全套，尴尬。哦，辛吉德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他给我这么早给我辛吉德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千珏二星3块，买了亏4块，亏4块，4块，亏4块，亏4块，不买了呀，亏4块是不买的呀，我辛吉德都来了。虽然我现在辛吉德有点吹，烧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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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穿云箭，哇，一箭全部带走。这千珏是不会生的呀。我想了一下。这把好像有点不太稳哦，还是升一波吧，升一波吧，稍微稳一点。布兰德马上可以走了，下一波拉八，38、36、49、36，有钱地牌，这波千珏给他升一下吧。小陀螺丢了，我没有狗熊，我到现在没有嫖到狗熊，这我没有嫖到狗熊啊！不会吧？50滴血，等会先拿，其实血量差不多啊。哎，说来就来。这还是很舒服的，刷一个召唤，召唤，换他啊，好，吃一手利息，火男卡我利息了，丢掉，他现在是垃圾啊，谁丢掉？一口咬死我的小陀螺，弹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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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烧起来，地狱火，还是打不过，也挺好，让我先拿东西，我说不定拿一个大棒大腰带辛吉德都有可能的。这5块钱的宝石它不香吗？这5块钱的宝石它不香吗？这4块钱的拉夫它不香吗？复活甲没了，我倒数第3啊，哥们儿，这都拿不到啊！
它香不香？香不香？你告诉我，它香不香？它香不香？我还就吃他一手利息了。地狱火不要了。怎么说嘛，满场跑毒，兄弟，对不起，速八打法。给我来一个劫怎么样？6%的几率，走一个狗熊还不错，走一个，再第一最后一手，好，没起，行，这两个先给他吃吃那个啊，有没有吹风？二星星级德有点猛，这个人，不过他没劫。我下一波给我报个护甲就完美，这把有千珏，没有女神泪，我点死，我点死你。哎，我输了，我靠，我居然输了，劫没装备啊，有点尴尬。给我报个护甲好吧，报个护甲就够了，其他的随意，随意，你懂吗？随便你。这个卖了，攒他一手钱。现在给他吃吃这个三脉格啊，很舒服。报个护甲，我先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，四件装备。这把鸡哥要给我很多，给我一个尼寇，给我一个护甲，给我两个大腰带，再给我两个魔抗。并不是很贪心吧，给个尼克完美。下把这么多钱，大腰带，这是护甲还是不谈的呀？这个复活甲是必出的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救赎，我们就把它给掘墓人，很香。好，我们开刷啊，云霄影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起，没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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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把刷的不咋地，还行吧，一个炼金还行吧。把我缴械了，好烦啊！缴械我，我炸死你！小赢一手啊！来，且且且且，坑哎，兄弟！劫！劫！劫！坑啊！一心照样吊打，兄弟，现在第二名了啊，赶快继续增加我们的强度。劫劫，最后一手来一个炼金，来个炼金，
这把我们有可能要打掠食啊，不是那个，千珏和大嘴，这家装备不行啊，死路一条，给我问号，把你的劫两个劫交出来吧，你没了，把你的两个劫交出来。怪不得我说我怎么刷不到，像他这种是肯定打不过我的啊，除非他二星劫还有的一打。这个龙牙他不香吗？这个伏击之爪我拿了，因为这把有个千珏很糊，这伏击之爪专门克他，我拿了这个东西必吃鸡。这把皇城 PK 应该是跟他，如果我拿不到的话，他三星千珏我就危险。好，这伏击之爪我的，这波为皇城 PK 做准备。哦，第一名是大嘴是吧？那我伏击之爪没用了，那个这个会更好一点，这会更好一点啊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这把打大嘴，给我起个二星劫，不然我要被大嘴吊打一波。劫劫劫劫，好，刷不到，先不刷了，等这家阵亡。这伏击爪给他，哎呀，我不应该给他的，后悔了。这家也是劫，怪不得我操，怪不得我刷不到，我刷炼金也刷不到，没事，等他们阵亡就好。等他们阵亡啊，这波往下拉，打大嘴，把大嘴拉下来，拉出来打。啊，螳螂一星有点掏不动，我为什么螳螂也刷不到？一口咬死我了，这个大嘴能不能把它毒死？很好，赶快这几家淘汰掉之后，我就能起了，牌被抢完了。还没死人吗？怎么都这么能扛？为什么都这么能扛？哎呀，我这个伏击之爪拿亏了呀。这个山脉 buff 现在不吃了啊。这不能给他吃了，吃的要被吹的。给螳螂吃一下。三个刺客一起跳，好，这家没了，这家会直接被我打死，他没有机会了，就直接入一波入没了，啊，一波入没了，你懂吗？一波就把他淘汰了，摇摇晃摇，剩下来的。只有这家大嘴很厉害，这一家装备比较垃圾啊，淘汰。这一家还行，但是它不是我的金饰，淘汰。这家淘汰，好，这把刺激，给我一个狂战士没用，看他们有没有爆好装备啊，有没有决定胜负的装备没用。哦，银雪这个拉夫有用，这个哇，这家很可以的，舒服的。狂战士就浪费了，我稍微等一下，下一波有人要淘汰我们开刷，这波给我个尼寇是最舒服的。他这个狂战斧给的太好，非常好，直接给辛基德加一点血了啊。哦，这个人二星劫了啊，不是加血，这是加那个加防暴击，这个人二星劫了啊，二星劫了，正好这波他淘汰，然后把他东西拿了，把他东西拿了，不要看我一星劫，嗯，感觉不对啊，我操，把他大嘴炸死了。大嘴要打死，大嘴打死，好，
大嘴一死，什么都好说啊。这一家死不了，但被入得也挺伤的。好，应该有人要淘汰了吧？人家锁血了，他拿什么锁？我问你，他拿什么锁？不就被淘汰了吗？劫出来了啊！马上来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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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坑的吗？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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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这么坑的吗？一心劫从头打到尾，不会吧？这尴尬了。啊，淘汰啊！我拿不到他劫，我拿这个人的劫，好吧？没死了吗？死了吧。好，这把出来了吧？来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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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心劫从头打到尾，我也是醉了。但大家会很奇怪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没人是我的对手？细节啊，这家三星太多了呀。好，把他大嘴定住，五秒钟，他大嘴没输出了，我被毒了，我被缴械了，把他大嘴打死，好，很舒服。我扛不住啊，我一心扛不住，兄弟，扛不住，真扛不住，一心真扛不住，一心真扛不住啊。一星真扛不住，我哪怕螳螂二星都好。这个劫我真的冰霜之心，给我刷个劫好吧，感谢，嫖个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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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劫。这我不能卖啊，我卖了给他，万一打不过你，后面没得翻了啊。24滴血，这把我要给他玩一个细节，他输了，这个细节直接让他输。他没了，我一心劫就照样灭他，细节几点钟啊？6点钟，可以再打一会儿啊！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想再看一下。